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播客兴趣频道的加丢 Pro 节目，我是龙马，我是四少，哎，我是 Moby， 兴趣频道的 Moby， 我是口哥，我是隐形，好，哎，我们这个阵容呢，就是一个我们很特殊的一个 Pro 节目啊，嗯、要上天了。哎，咱们这个现在归到兴趣频道是吧？对对对，啊、哎、哈、嗯，对，不要说，你俩刚才不应该说话，我要介绍一下。对，应该两位贵宾，啊、不是是吗？不是，那你们刚才也不说，就留我以为冷场到我这儿。啊、没有，我们老这样，就这是个梗啊啊，是吗？而且咱刚才还是那个就顺时针的啊，对对对，而且按照那个位置报的名。对，我们这期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纪录片的幕后播客啊，对，也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没有尝试过的这么一个节目形式。哎、嗯，这个片子虽然我们都看完了，但是你刚才一说，我才猛地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咱们这个片子有没有一个就是单独的标题，就叫《流浪地球二：再次冒险》？有，就叫《流浪地球二：再次冒险》。再次冒险、啊，甚至一度我们其实不想给这个片子一个副标题还是什么的，我们就想叫《流浪地球二：纪录片》。就是这个哎，白开水一点的这个感觉啊，是啊。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纪录片的一些幕后啊，非常的有意思。莫比和口哥今天的身份呢是导演和执行制作的人，哎，执行制片人，嗯，哎，头一次不是以这个对主集合主播的这个是对、啊、神奇的这个氛围。四帅也有一个新的身份，对，哎，对，叫什么来着？你那个在那个 staff 里叫什么？忘了，科幻文学策划是吧？科幻文学策划，对，我没记错吧？啊，没记错。公司网名啊，还有白广大，对，白广大人就不同时网名，你说你们这玩意儿也不统一了，哎，随便了，就是咋整都行。对，是就我们，而且这你看这里面不涉及到中文名、英文名吗？然后白广大那个英文名也特别那个那什么，就是一个 white、啊、大白啊。所以就是参与了制作整个的这么一个纪录片之后，这个过程确实和集合的别的内容制作相当的不一样。是的，所以就是有很多感觉可以分享、可以聊的事儿，所以就组织这么一期播客，嗯，大家唠一唠啊、因为这个事儿历时好几年。前几天我们也是内部就组织，我们有幸先观看了一下，对，集合自己的人有一个小场，十几二十个人，嗯啊，然后我们也都是先看完了，反正聊这个之前，我觉得这个听这节目的人肯定也很关心，说，哎，都好多人盼嘛，说这个你什么时候上啊？怎么没动静啊？等等啊。反正这回终于出了嘛，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看过的这个感受。嗯，而且纪录片好像是这个怎么剧透呢？我在想纪录片能不能剧透？剧透呢？这有什么可剧透的纪录片啊？但是看还是有惊喜的，是可以确实有一个大的、大剧透，里边有刘德华，对，好名利。嗯，我们当时接收到这个《流浪地球》纪录片邀请的那天，嗯。这个我可以给你们回顾一下。哎，对，这也是我最好奇，就是这事儿怎么牵上线搭上火的，这也太厉害了。就那天是我们那时候咱都在那个新源里嘛，对，新源里，然后我跟赵夏我们俩刚换完工位，我们在一楼，然后咱上下楼说话有时候不方便，要走很远，然后他就那个微信突然给我们发一消息，猫笔，咱有一特好消息。我说怎么了？我操，太激动了。他说看。说那个流浪地球那边联系我们，说那个想让我们问问我们能不能跟那个拍纪录片。对，嗯，是他们主动联系我们的啊。对对对对，天，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四月底五一放假之前，然后我们就去跟他们见面啊，见一次面，然后先聊了一下双方的意向。是，然后那时候我们其实你也去了嘛，咱们那时候就其实他们给到我们的信息就是他们希望拍一个这部电影的幕后纪录片，但是不是一个、传统的幕后纪录片，或者说他不想要就只有幕后的那种。对对对对，他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视角能够跟普通的那个电影纪录片做个区别。嗯啊，当时我们其实就在想这事儿怎么办。是，当然我们也考虑说找到我们的话，我们的自己作为集合，我们做这样纪录片的优势是什么嘛。嗯，咱们那时候其实做了两三年的科幻内容。嗯、从最早的那个黄金时代的科幻，嗯嗯，对吧？然后科幻文脉我们也做过这个。对，其实那时候，咱还做过很多《流浪地球一》的内容，嗯啊，然后其实我们就等于是综合自己咱们这些经验吧和优势、嗯，我们去做的这样的一个选题和策划啊。确实，嗯，我觉得确实就是科幻
文学这一块的视角是我觉得就是集合能提出来的一个特殊的视角、嗯、我们当时把这个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嗯、做就是跟他们建议嗯嗯 嗯，也是因为咱们之前做过这些内容，是，然后这也是我们兴趣爱好的点，包括大家也都是科幻迷，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想把科幻文学这一块的视角加入到这个纪录片当中。因为当时其实他们跟我们说这个纪录片为什么要跟别的纪录片有个区别，是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科幻电影，嗯，中国之前确实有很多关于电影幕后的纪录片，但没有一个是关于科幻电影的一个纪录片，但科幻电影在所有类型片里面其实非常特别，所以他们也想说那咱作为一个科幻电影能不能就是从这方面跟别的纪录片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自然就想到那就是嗯，把它放到一个中国科幻史的这个这么个历史的一个大视角里面去看、嗯、啊，嗯，对，这个是当时这么一个故事。而且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是能看出来郭帆对比如说电影工业化的这种重视，也就是说他其实想要的那种做的就是开拓性的新的做新东西的那种激情，不只是就是说我能拍科幻电影了，他很高兴了一点。还有一点就是他希望就是中国的电影的在执行过程中的工业化的程度能伴随着这个流量地球二能拉得很高。嗯，所以当时你想，当时还没拍呢，嗯，然后他其实在这方面就已经有很清晰的认识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记忆中按照计划是不确定当时能不能见到郭帆导演的，就是我们当时是跟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这个拍板人然后就聊这个我们大概想要拍成什么样的、嗯、然后后来郭帆导演来了然后就愣给我们多讲了一个多小时啊，你们现场和郭帆一起聊，对对，就是郭帆导演给我们讲了巨多，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郭帆导演讲一怎么拍的，一都出了多少毛病，然后就是二了我一定要给他解决，然后再分享这个就是他看到好莱坞的大型制作的时候他就半夜睡不着觉就寻思怎么拍出来的，他想的不是那个特效好不好，而是说这么大场景这么多人么、啊、这么多的影星怎么拍得起什么的，对对，他在那个时候就是想的非常非常具体，所以其实第一次提报的时候在这点上跟就是有点不谋而合，就是我们希望把流浪地球这个事儿看作是中国科幻和中国科幻电影发展的一个节点的事儿、嗯、而实际上他们郭帆当时想的也是要做一些新的东西，而且做的是那个积累内功的这个事儿，只从一开始他就对这事儿特别念叨啊，嗯，所以差不多整个这个调性就是互相吸引，嗯，至少就是互相要聊的事儿合上了。嗯，当时其实也是第一次跟郭帆导演见面嘛，但其实那个是我们第二次去提案，第二次去提案，啊、对 对, 对，第一次跟郭帆导演和龚老师见面，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在。嗯，这种碰撞之中然后确定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主题，就是包括、嗯、以流浪地球二幕后的记录为主、嗯、然后我们可以去加入集合自己独特的这个关于科幻文学的这一部分的视角，对对对，然后以及我们看看是否能尝试说探讨一下中国电影科工中国工业化电影工业化的发展相关的这个话题、嗯、对，它还是一个其实在一开始的定位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选题，不是说只是看导演骂人或者看演员演戏，就是前期在沟通的时候来来回回跑了几遍，就是但是很快就定下来了、嗯、就是这么做了，嗯，几方也算是就是不谋而合吧，对、嗯、在这一点上就是说也想趁这个机会以一个电影就是比较大型的纪录片的方式把中国科幻发展的这个部分带一带， 嗯, 嗯，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中间看你们有的时候在办公室聊一些设计这个项目的事儿，感觉这个项目中间就比如最后这个成片和最开始的策划中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变化的这个版本嘛、嗯、迭代嘛，对、嗯、因为这个对纪录片拍摄嘛，我估计很多听众跟我一样也不太了解，比如说像一般的这个剧情片肯定有一剧本，对、嗯、对对对，然后选角是吧、嗯、然后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步骤，然后这个安排好什么时候拍啊，对，场次啊什么什么的，对吧，比如说那咱们纪录片的话是从策划开始，这个下一步是啥呢？比如这事儿敲定了，两边谈好了、嗯，那我是不是也得先得有个剧本啊，还是有一个什么大纲啊？其实那个要有一个大纲的、啊，就是大概我们的片子的主题是什么定了之后呢，嗯、我们要通过这个去定一个大纲。嗯、我们大概片子里面就打部分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不可能有剧本，但是肯定有大纲。就是记得我当时提案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那个。树状图，对，就是我们肯定不能，那我们不能导他们的戏啊，那是纪录片对吧，他就砍着拍嘛，所以但是我们要先定下来这个片子要讲什么事儿，
就是把这些要定下来，然后我们、嗯、而且在这个阶段为了之后可能制作相对好一点，我们会大概预期一下这个片子内容会怎么呈现，就比如说这片子一开始我们其实有过很多的就是逻辑剧情逻辑，但后来就逐渐的就是一点点的就是都排除掉，然后最后会落到其中的一个上。 嗯，我有点不记得一开始我们有过什么，这我跟你讲、啊、我记得什么差，有什么差距的，然后有什么没落到人身上还是怎么，这些咱们那个纪录片在最后定剪之后啊、哦、我又回看了一下最早那个树状图、哦、那个树状图和我们最后的片子这个契合度我觉得应该在90%。哦，就是很巧很巧、嗯、就中间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筛选，其实改过一轮变化，但是又回去了，实际的这个事情发生的进展也、嗯、也一定不是我们最早想的那个样子、嗯、对，但是最后这个结构上和这个内容上就恰恰小小就差不多90%的契合度。纪录片项目启动是和他那个正式开机是同步的是吗、嗯、对，基本我们是5月份定好我们要拍这个纪录片，然后10月份开机的前夕我们就开始记录了、嗯、等于说他狼群秀二这个项目他们那边定好了那个趴的拍摄计划之后，开机之前就跟咱们把这也联系好了，他那边开机、嗯、然后咱们对咱们已经到了记录片到了 也进组跟着拍，对对对、嗯、对，我们几个是10月份去的青岛、嗯、也是第一次进入中国电影的一个剧组。就是简单来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回到刚才那个，我们要提前大概判断一下会记录到什么，但实际上这个片子的难点就在于我们也不知道，对，我们也非常好奇说你们是咋拍的。而且你从一个纪录片的创作的角度来讲、嗯、如果你先立好一个特别要大纲，然后在现场你就按照这大纲找素材，往往会落到那种先画靶，对，先打完枪再画靶的这个感觉。就是我想拍一个，我想拍一个，就导演很困难。我想拍一个导演、那个、想拍他妈苦来来的导演不睡觉。对对对，我想拍一个什么、嗯，比如说咱们说的电影工业化，我想拍一个什么道具制作很牛逼。嗯，然后你就在现场找，就找这个就拍，然后最后拍出来之后呢，发现你那个大纲是完成了，对，但是好像好东西也错过了，因为就是纪录片是应该跟着记录，然后有什么在调整，一定要记录。嗯，就我们确实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嗯，就是我一开始我们在做那个策划计划的时候，就是这个片子大概的内容规划，哪部分主题、嗯、大主题小主题各个环节的，对，这肯定。其实我是根据我们之前拍摄很多游戏公司游戏作品的那些纪录片的经验，是就这里面其实有一点雷同。你看一个游戏作品，它也是系统工程，对吧？它有故事，它有游戏玩法，有美术，然后有剧情，有表演什么等等哈。嗯，同时也有团队管理，对吧？等等这些。那我用这些经验，我去，包括我也是个影迷嘛，我也看过很多电影的幕后纪录片，就我可能看的比较多。然后，以我的这种经验，我会判断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那个最早的一个提案的一个框架，包括这个纪录片的内容框架。嗯。当时其实大家这个东西，你表面上看，包括郭帆导演看，他也觉得没问题。是，包括制片团队会大概说他们已经拉到了什么，就说啊有什么大吊车什么乱七八糟，他也提过，就是大概的讲。就起码我们的这个一开始的初步认知，对于啊一个电影的幕后纪录片这些部分，我们甚至觉得我们提的已经很细了。嗯啊，结果到了那个现场之后，你想我们是第一次进到这么大的剧组，对啊，第一次进到电影剧组，而且是。这么大一个最大的对、嗯、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一个剧组，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还是很多地方没考虑到啊。你那天那个第一天到了那个东方影都，其中的一个制片人带着我们在东方影都转了一圈、嗯、我说那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工作都在哪儿发生、嗯、我至少要有一个预览，我脑海里有一个全景，对吧？他说好，那我带你走一圈。哎，然后我们就两辆车在这个东方影都的那个几十个影棚里来回开，40多个影棚吧、嗯，然后那个加上10几20个车间，嗯，这是整个所有的。这期间有10几个《流浪地球》的影棚，嗯，都在用，就是里面他已经开始了搭设什么月球基地、嗯，搭设空间站，搭设这个，然后那个全、嗯、所有的景在里面那个做一些初期的这个预制，嗯，然后。车间也是，去了车间你就发现，我靠，你就已经看不过来了，你知道吧、嗯？这边已经忙碌起来了，这边是一堆那个是门框机器人，嗯、那边是一堆外骨骼的那种东西、嗯，然后还有很多你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的这个零件道具什么的，大的小的，然后车间服装车间还有，然后专门在裁缝那儿制作，然后有一个巨大的库房是所有的那个服装，当时看完巨大，当时看完就那天之后就咱们。
我作为这个纪录片导演，基本上我这个就这么看看了一下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对，就有点崩溃。因为你要看，你看完那些，其实那个影棚就还好，你就记好了啊，多少多少棚有个这个景，其实好。其实最崩溃的，我觉得是特别过载的是，因为你得看到主创人员，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专门的办公楼给那些，比如说美术制作。比如说前期的有些特效制作，他要办公室，他不能在那个影棚里，对吧？你进那办公室之后，你就感觉那个信息过载的那个状态，就是挨个给我们介绍，这是负责这个的，这是负责那个。他说了一下之后，我还在想，谁是谁来着？我已经对不上了，就已经有点对不上了。那一个大屋大厅里全是人，在那个剧组拍摄的时候，你们有几队人啊？就是几个摄像机跟的？算上我呢，其实我们三个机位。所以你看，我们到了那个时候，像我们一开始计划的计划。这个道具要跟一个什么特殊道具的制作，那你发现十个特殊道具全在同时制作，你怎么记录？然后这边的置景，然后那个这个预拍摄，全都在同时制作，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取舍了。就那个时候，等于你就是跟剧组一样，你要拍通告嘛。某种意义上，对对，你要那个通过剧组给你一个单子，就是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什么工作再进行，然后按照你的需求，你决定在这个时间从这十个里，我只能选两个去拍。哎，对对对，是吧？就是我们当时就花了这个一两天的时间，就迅速去整理这个思路嘛。对啊，就首先我们要全面的获取信息，各个部门的这个时间表，我们大概至少要知道一个短期的，未来一周要干嘛，对吧？嗯。然后我们从这个。各个部门的时间表，我们去预判我们这一周应该去怎么样合理的用我们的生产力去拍这哪个故事线。因为十个故事线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作为一个制片组，我也不可能说我无上限的去安排摄影师。对，我们也要考虑这个性价比的问题。是，对，所以我要找到我觉得最有效的那个故事线，哪个是在这个时间内我们最适合抓的故事，然后这个取舍就要去按照这个去做了。这个其实在于我们一开始来说就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挑战。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有个印象很深的，就在最前期的那个状态，就是怎么它那个庞杂的信息量，就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很过载。是的，对于剧组来说，它其实也经历过一个事儿，就是在正式开机，就是你看到有仪式之前，其实已经有些景会搭好，然后有看景的程度。他第一个看景还能是个事儿，就是说还通告完说那景搭完了，我印象挺深，应该是非洲的那个，就是那个中餐馆有打杂那个场，就是那个景，说那景建好了，然后看一下景，然后郭帆导演带着几乎所有人，就是还有一些起码仪式感，知道这是个事儿，所有人来，然后我们还能拍。从那之后开始的所有工作里就不存在你能就是类似这样的很有节点式的仪式感的事儿了。每个人都因为每个人在那次看完景之后，所有人就散了出去，啊，就没有集中起来了，开始干自己的事情。对，然后那个看景就是在当时我第一次看还觉得看景是个很大的事儿什么，在那之后就没有那种仪式了。那景太多了，就天天得看，天天看完之后定了就要拍。就那些仪式感就被后来的所有的琐碎的全部就大事直接全冲开了，抛掉了。对，就是像罗马刚才不是说我们是跟着那个通告吗？就是他每一天就是每一个拍摄日他都会有一张通告，但是那个通告单上面，相比于就通告单上面显示出来的信息，相比于我们实际掌握的信息，就是它其实还是少的。因为他不会跟你说车间里在做什么。对，就比如说你们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我们有黑鹰直升机的那一段的制作，对那一段其实他就不会在这个通告单上写说钟老师在哪天哪天到哪天哪天他会去制作这个，或者说他现在要拆那个。黑影没有那个，那边整个是一个在棚外的一个组在做这个，就在别的棚里，就是在拍摄场景之外的，筹备部分的。通告单他只管今天拍摄这个是场景现场的安排，对，我明白。而且他更多，通告单上更多其实还是给演员去看，对，就是演员几点钟出通告，然后包括主演，然后包括这个群众演员、外籍演员各个方面的这些，然后以及各个组在现场拍摄现场需要去配合到的工作，主要是这一部分的统筹和统一。对，然后在拍摄现场之外的其实有很多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会去跟一些那个就是组里面具体做执行的这些同事们，他们去对接说咱们的这个飞机什么时候要运，什么时候要拆，但这些时间点他们也都不是说提前定好一个时间，就是我们就可劲儿打听，对对对，然后他们就
对，包括我们摄影师有的时候到现场了，然后发现可能跟我前面收集到的信息还有一些差距，哦，都不同步，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事情都是一直在动态变化的，就可能有一些没有办法，因为像我是一个 J 人，虽然我是一个特别计划性强，但是在这种条件之下就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拍摄计划完全按照每一个时间点，有的事儿就没法计划，对，就其实我也是老难受了，就我可以，我就叫强迫症，我发现就是他非得什么事都当表的，而且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最牛逼的就是，而且有表你要不按表来，那绝对是要，我跟你说那现场他们有表，他们真有表，有表但是不，但是就是时间跟不上，可能有的时候的计划就是没有变化快。我觉得做制片的那个人应该会理解我的这个心情吧，嗯，就是因为但凡是一个超时或者是什么，他涉及到的都是整个后续所有工作计划的调整，嗯，以及钱层面的问题，就是最关键的。所以口哥是要干制片，推动他的动力不是项目的推进，是表，我难受。这就必须给他捋了，他的工作就是评表，这有自驱动力。你们遇到过就是说，因为这个同时你们能拍的有限嘛，就是说你们选择，比如说从这几个里选了这几个去跟在计划里，然后最后反过来，嗯，哎呀，要去拍那个好了。就是有一些你们没去拍的地方，嗯，比如说你后来发现有一些好的素材错过了或者什么的，有这种情况吗？这一定是有的。就是当你面对这么一个特殊的题材，哎呦，我跟你说，我每天都在做这种抉择，嗯，就是每天都难受一次啊。对，每天都会稍微有点这个。你能想起几个例子吗？就是哪些事儿，其实你们当要当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好像该拍一下没拍到，错过了一些机床下东西的那个，就是弄完东西的。他比较遗憾的，我记得是那个战地医院那块啊，对啊，嗯，战地医院的那部分，我们其实当时没有拍到，嗯，因为确实那个时间上也，哎，我看片子还是有的，就是有一个特长的镜头嘛，特复杂，就是什么东西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一个演。嗯，那个都是我们拍到的了，那个是那一段戏里边的，嗯，但是不是我们说的另外一个战地医院的，那个，就是你记得电影里面那个空间站坠落之后，嗯，对，哦，这些然后一地狼藉，就跟一个911的那个感觉，是，啊，是一地狼藉，然后他们往医院里面走，对，那段就我们当时就因为时间安排就没有拍，嗯，拍上，就只赶上一两天的最后的时间，应该是对对对对，嗯，然后其实你像我当时就是很。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想，就我觉得当时看了那个黑鹰直升飞机的那个制作，嗯，我说这条线咱们要不跟一下吧，对，因为我发现那个直升飞机做的就在我看来，嗯，我觉得这真的很真，那个太牛了，然后恰巧那个直升飞机的制作，然后涉及到运输，然后损毁，这么我们正好都在边上，我们就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线就跟得完整，嗯，就挺有价值的，嗯，然后恰巧全拍出来了，就甚至到你知道我们拍摄的那个现场可能在影都，嗯，但是呢同时这个直升飞机在这个流亭机场，它那个所有的戏份是在青岛流亭机场拍的嘛，嗯，就是 UEG 的室外的部分，哎，那个机库里面他们拍完了头一天的戏，这个飞机要花一天的时间拆解，整个这个拆解的过程其实我们三个机位同时在全景的记录，嗯，对，那过程也挺费劲，嗯，那么大一个直升飞机拆解，然后运到那个卡车上，平板的卡车上，然后再运到这个经过几十公里的路途吧，运到这个影都那边，嗯，离得很远。其实我最后就是坐在那个卡车司机的副驾上跟着过来的，哦，直接坐在卡车，但是那个是没有座位，他是坐在一个水桶上然后沿途就几十公里吧，对，就你们看到那个直升飞机就这不违章吧，就是你不违章其实那事儿挺逗的，就是这个直升飞机运输的那个画面你们看到了对吧，对，看到了，还飘着，它得先盖上，对，因为要保密，不能让大家看到这是什么东西，怎么路上有个直升机，对，你说你路上一看你来美国那种什么黑鹰直升机也挺奇怪的，大家一般老百姓也不认识，是是，啊，但是就是还挺怕美国人看见说你们都在对，那个飞机做还的太好了，对，然后用那个布扇的挺好的，嗯，结果那青岛那风也是大，你知道吗，一路上就到开到最后的时候那布已经都破的不行了快，然后我就在那个副驾里面一直在找角度拍，然后我脚下骑双腿间骑的是一个大水桶是，就我当时还特别担心会不会不安全啥，因为那种大卡车就是，嗯，为啥没有座位 啊它有座位，但是我的腿没地儿放，就是它副驾吧他是有一个放，啊，有座位的，但是他腿那个他平时不坐人，所以他在副驾的座位下面放了一个饮水桶，啊，我的腿就没有地方放，嗯，就特别就下车的时候我腿就麻了，啊，你知道吗，已经麻的不行了，坐在桶上算了，对，他们其他的摄影师然后口哥他们是42他们是跟着后面那一辆车，我们跟回自己的那辆车，嗯，在后面拍，我们
然后我是跟着卡车司机到，一直到把这东西运回到车间里面，然后他们开始做最后几天的这个损毁的效果什么的。这条线跟下来，我肯定也做了一些取舍的，就比如说可能别的就没有那什么的，但是这条线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挺好的。而且这个，我补充一下，就刚才说到那个计划的事儿嘛，就我也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我澄清一下，就我也不是完全让所有人都按照我的表来，就是比如说黑鹰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一开始记录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中间还有一个调回去，然后拍好的这个过程。对，就我们当时一开始得到的消息就是说，有一个特别厉害的道具老师钟老师，然后他的团队正在做一个黑鹰直升机，然后说问问我们是不是想去拍一下，就我们只知道这个信息，然后我们根据这个信息就是先说那就去拍拍看，然后其实拍的过程中就意外的事情发生嘛，就是对，然后莫比就觉得就是这个包括他先拍好的，然后后来再去损毁，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故事线就还挺符合我们纪录片主题的，或者说至少当时我们是觉得符合主题，也许这个素材可以就是保留，对，然后就去拍，就是我也是支持导演的创作的，不是说这你跟他说就行，我都不关心，表里很难，我都不关心，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故事线，我觉得以你的选择，它是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事儿，因为那个直升机啊，在电影里就那么一下，对，就开场。但我们当时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对，我们也不知道剧本，你知道吗？在当时就是最抓瞎，就抓瞎在说这玩意儿，对，就其实我们团队是没有拿到就是《流浪地球二》当时的剧本的，哦，嗯，就只能每天去看通告单，然后莫比去推测说是什么戏份，什么戏份，而且对我。说实话，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为了比如说御寒啥，我就进那个导演那个棚里，嗯，我就看他们导的戏，根本对不上，就是什么。我也经常说啥的，我也经常偷偷的去那个郭帆导演。因为电影的拍法，它不是像那个话剧似的，它是按场来的，就在这个景里头，我赶紧搭完之后，把他这个景里的所有戏都拍完，都不连着的。对，他可能不是一个完全按顺序。而且特别一些特别大的那种受关注的商业片，你像漫威那些，是演的演员也拿不着完整剧本，这个我们都知道，他就知道他那段，反正，嗯啊。对，就是这样。而且甚至有的时候还故意放一些烟雾弹，就是一个戏让他演仨版本，其实有俩是废的，但是就让他演完之后保密嘛。对，嗯，包括最后可能他们也最后自己再取舍一下，说啊，哎，果然是这个，本来我们不打算用那版本好，那我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是，嗯，所以就是有这个情况，就是我觉得那个特点，就是那个点选的好，因为那个直升机特别有代表性，就这个电影里的可能就是那么几秒钟的镜头，嗯，他们要费多大劲，用了这么多，特别能代表这个电影就是的一个态度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电影里有大量的那种可能在最后镜头里按帧算的，包括那个有一段那个就是很多全球各地的人展现那个就是说他们那个项目通过了成功了，然后那个欢呼啊什么的，啊，那里都有叙事的，谁跟谁谁谁谁谁是二大爷，谁是对，都有人物小传，观众谁能看那玩意儿啊？但是你不说我真不知，就是啊，就是拍的挺好，就是对，但他可能想到就是我这个片子，如果是那个地方的人看，他会不会觉得这个景太假？就跟我们看好多好莱坞片子，他有一些一晃中国。啊，什么就一太他妈假了，就是、对，就是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啊！就是他就是要求他每一帧的你不能都要有一个同样的质量，嗯啊，认真嘛，印真是的，啊，刚好这个就对上了，就是这个拍黑鹰的和这个电影传达出的认真的主题和这个我们选的这个黑鹰的直升机的这个拍摄过程，就符合这个认真的这个主题，特好。你看完还有啥感受？你的说完了是吧？我觉得让龙马认可我们纪录片挺难的。啊，但是真的就是龙马那天看完人说话真死了，重拳冲击，看到没有？确实，这因为我们跟我们那个平时跟龙马总聊一些影视作品的这些啊，嗯，就龙马老师还是比较那个。龙马刚刚点评的也挺一针见血的，嗯，对对对，他对很多东西作品的评价，我觉得都很。很有道理，而且批判的时候其实一点不留情面的。嗯，对，我觉得批判的很到位。没还说片子吗？说片子就是你光拍郭帆导演在这喊口号说我们这个电影里没有一帧是不认真的，其实这个事儿挺干。对，嗯，咱就把这个直升机这个事儿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电影就对待两秒钟的镜头是什么态度。嗯，就比郭帆导演自己在那说我们要认真，嗯，这个就让观众一下就能感觉到。嗯，对，确实就是从拍摄成本来讲，就是如果我们去花好几天的时间去跟一个这样的故事线，我要花的成本一定是比如说我只让这个老师来讲一下，啊，对我找他讲，可能顶多就是十几二十分钟把这事儿就讲了，我再配几张图，嗯，是也是可以这么去做的。但是就是我们想。就是确实通过一些故事发生的这个实际的拍摄的这个记录，
然后去展现，就是去讲故事。嗯、就昨天咱们聊的那个事儿嘛、嗯，就不是说我就配一个旁白，或者我就配一个采访。是的，对，我们还是想让观众就真的看到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记录各个组不同的那个事件，得有实际上记录的画面。嗯，就他的直升机从毛坯。嗯，是变成那后来那样那个，就那个快速的那个镜头，一下子那个还是挺震撼的。嗯，而且运直升机，我就想给一个更有意思的视角，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现场调度有多费劲。因为那个流亭机场刚刚废弃、嗯，就是整个清出去了。对，然后他们就要在那儿排。流亭机场离那个东方影都就是横跨青岛市，70公里。对，然后于是要开始拍整个流亭机场所有的戏的时候。是整个剧组加上演员甚至一些群演就要住到那边去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知道，就是搬那个直升机会给人那种巨大的混乱感，因为大家都已经住那边了，嗯，然后但是直升机要运回去，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当时还得盘算，那今晚睡哪呀、啊、是说跟这跑这70公里今晚睡东方影都那边，还是你要不然你还睡这，因为明天你早上他要开始拍了，就是实际上是这些琐事儿带来了一些很大的调度压力，因为一来一回就一个来两个多小时那样，就都是这样。你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跟纪录片，就是拿纪录片拍摄，其实就有一些压力，因为我们得跟车嘛。那对于那些现场，对吧？工作导演说拍一下吧，就在那拍，拍完之后运过去，运过去。对，所以就全都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压力。嗯，补充一下，就是前两天 Moby 也说，那个怕有一些观众就是看的时候，对于这个空间方位不太清楚。嗯，就是其实刚一开始拍摄那个外部的景的那一部分，他们是在那个对流亭机场去拍摄的。是的。然后剩下的太空电梯啊，包括一些联合国戏份这些大的内部的场景，都是在东方影都。对，这是在青岛的两个不同的地点。是。然后刚才42说的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跟随着剧组就是转场的这一部分的一些产生的额外的事儿、嗯，就是那个外景的，就是调度压力确实是天然大的。嗯，他不是有几场在国外拍的吗？有几场戏是去国外采下去，那个你们跟了吗？嗯，国外的那一部分我们主要跟了纽约的那个团队。哦，嗯，因为纽约去了。没有，我是在就是远程找的那个纽约的摄影师、哦，对，然后那几天我基本上就是两个时间，白天先跟青岛的这个组这边的工作，然后晚上再跟那边的那个就是摄影师们对接，然后就是纪录片也 AB 组，对，纪录片也 AB 组。那段其实在早期的纪录片版本里面，还会有更多内容。其实，《流浪地球》剧组那设想的最好的情况，一定是说这些戏份我们能够直接去美国拍。但是因为那个现实情况也不可能了，对，而且考虑到你这来回的这个时间成本，也时间本身就紧，所以他们就是用一种远程拍摄的方式，有当地的这个导演负责现场的这个执行，然后通过那个5G 的这个网络信号的这种实时传输的这些技术，然后那个进行这个实时的监看。这个郭帆导演在这边青岛的大屏幕上就可以看到那边的实时的画面，对。然后我们那边其实也差不多，就是在当地我们有这个摄影师帮我们去把这部分的这个故事记录下来，然后每天晚上我们会这个还得要传素材什么的。嗯，因为这一部分就我们整个纪录片的就这个纪录片，因为它素材量非常大嘛，我们也会要求就是摄影师每天去写这个拍摄日志嘛，就所以每天其实工作完了之后也还有一些就是沟通的这个工作，包括素材的回传呀什么的。就是那个东西不规范，绝对是要出错的，因为内容量太大。嗯，不过实际上就是效果呈现还挺好的，因为我们纪录片里面不是也有一段嘛，就郭帆导演正在他的导演棚里面，然后那个跟那边玩的，对，那跟那边美国的演员沟通，对，然后美国那边的那个王藻导演跟他在这边沟通，然后现场调度那块的演员，然后我们也是一个是跟着就拍郭帆导演这一边，然后一边是拍那个王藻那边。嗯，就当时我们就跟纽约的摄影师同步说，我说我在这边那个影棚里。这个在导演旁边拍着呢，然后他说我也在这个导演旁边拍着，就是也是这种套娃式的、对，纪录片就有这样一段特好、对对对，就是这样，那个画面就是切的特别直观嘛，对对，就是观众能立马 get 到是郭帆导演在就是青岛，然后跟那边在沟通，是对，是同一时间的，对，然后纽约那一部分戏也是追求真实嘛，所以他们就是在现场去这样进行拍摄，而不是一些找的素材或者什么的。 然后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我分享一个在前一个月吧，就是这个流亭机场也好，还有在这个海滩边上拍的好，我第一次感受到电影工业化，或者就是感受到工业化的牛逼，就在于他们晚上还得拍，
所以他们晚上就会拿吊车吊两个吧，应该是两个光源啊，不止、嗯、好多大的满天都是，然后吊巨高，嗯，能把那个地方照成白天，整个机场都快照亮了，就是亮的，就白的，就是很，你会有一种错位感。我当时坐在那个沙滩上，那沙滩远处是夜景，特别黑，然后能看到那个、嗯、能看到渤海湾里有一些那个应该是石油的钻井平台还是什么东西。然后哦，你说开机那天是吧？开机那天海边那场戏，但是你看你的沙滩的下面照的锃亮，白天一样。对，然后那个灯落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就比我们录音室还要大的一个屋子，它是个屋子，然后里面是大量的灯，然后吊起来，它会一直、哦、那天应该是拍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八点多的时候天全黑的情况下，给周围照的巨亮的，那个甚至那应该是给场景打了自然光，甚至是方云他干活的，因为在拍摄的那个地方还有更多的光，塑造出一个，就是我当时觉得啊、哦，拍电影原来是个这么工业的事儿。我那天拍的画面，其实后面正片里面应该没多少，没、啊、甚至还没用多少。电影里很多画面，其实，在正片都没有看到。大家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很多场景都没有看到。其实这也是我们纪录片里一个惊喜吧，嗯、就是大家看纪录片的时候一定会发现一些，哎，这是哪场戏？就是我在电影里面怎么没看到？就是哪个？嗯。就包含了一些郭帆导演的那个、嗯、哦，这个我不说了、哦、这帮我剪掉、就是他、这个、你没说就不用剪而且那个大灯就是很多时候它是外景方便这个摄影或者很多的幕后的场务工作的、嗯、它真的能把整个场全都照得通亮，对，就到那种程度，我当时觉得我的妈呀，他拼命，这太厉害了！他拼命赶超，就是那种电影工业化，他不是还用了那个叫做泰坦的设备吗？啊，说那个剧组都是第一次使用，所有人都是第一次使用，那个非常的巧，我们就是看到拍那场戏的时候看到的。我觉得 Moby 和当时我们摄影师拿着摄影机推进去看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我站在门口，因为我怕入镜，嗯，然后我看。你从门口看和在镜头里有一些信息归纳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它那个东西是不能实时人操作的吗？是，哎，它不是有个杆儿，也不是那样的。你把它理解成它是一个预编程机器臂，机械臂，那个，但它是要预编程的 啊，所以它不是像拿手柄我那么操控，拿一杆儿这样不行。不行，因为你要是用那个手动操控，其实你的速度慢。和那个角度每次可能都不一样。是，所以它要求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拍四个镜头，以同样的轨迹拍四个镜头，最后这四个镜头合成的时候，嗯、每一帧的那个画面都能对得上。对上，这就是它那个精准控制的这个意义所在。啊、就同样我拍，比如这有一魔方，对吧？啊、我绕着它这个魔方拍，我可以在这个放这儿放一魔方，然后在这儿也放一魔方，在这儿也放一魔方。那、嗯、四个镜头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里面有四个魔方。对，这个意思，其实那个就是这么个逻辑。他是拍哪些戏？我知道那个刘德华那个、镜子那个，哎，对，好多镜子那个戏是拿这个拍的。哎，对对，他也不说嘛，说有一个之前那个电影里那个镜头，那个破这些镜子碎那个镜头，大家以为是特效做的什么，那是实拍。哎，那也是实拍，那个是用小型的那个 MOCO 拍的，就是那个 motion control， 也是类似泰坦的那个。那么泰坦相当于一个大的机械臂、嗯，它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那种摇臂的那种形态，还有小的那个机械臂其实就像咱们看那种机器人那种手臂一样，就它有几个关节、嗯、然后那个镜头就中弹的，就是涂恒宇被那个电击枪打中的那个镜头、嗯、就是用那个拍的啊、哦、高速等于是他的动作非常快，同时又拍了一个慢镜头，然后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有动态的一个慢镜头。嗯，而且那个我说实话，那一箱零件放那个棚里的时候比镜头里看的多啊、哦、对啊、就是我觉得我看完镜头的时候，回忆起我在门口看了，就看起来我都替他们觉得绝望。我就远远的看到里面有几个人跟那挠头，翻那箱子。我当时泰坦那个，对对，很拼，第一次用嘛。对，而且、当时是没拼起来啊，对。所以我后来甚至他们第一次用我看那机的时候，我都没对上这俩是一个事儿啊。哦拼看不出来，就没拼之前都看不出来，我就没意识到，就是那一大全是大小箱子那个地方，就是那个玩意儿。嗯，就当时挺震撼的。对，真是感叹。我跟你们拍过一些东西，然后有的时候也是调整镜头啊什么的，可能要等一会儿，包括有些什么嘉宾啊什么的在那等。对，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时间很尴尬的。嗯，我们成为半个小时，而且尤其你就我们也不是专业演员啊，跟我说好了一会儿怎么拍好，然后。来八回，
不行，我们再调整一下，都忘了刚才说什么，就是那个情绪很难连续，然后那个现场其实挺尬的，就是那个就是摄影这边一直在调一些什么景光啊什么调，然后你在那等着，反正等半小时之后来一个跟刚才一样的那个，这都挺困难的。但是刚才说那场戏，刘德华等了六个小时，你应该能共情是吧？这块我共情的啥？终于说出实话来，我共情的是现场其他的工作人员的那个压力，就是你要那当然而且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刘德华就是那种特别特别没有架子，就是说而且对这个戏特别配合等等什么的，就是特别好，是但是你拍摄的那个人越这样，然后那个现场的人压力越大，越觉得对不住人家，就是咱们怎么这么掉链子，对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相信这个片子很使了很多新的技术，有很多这种时候，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是最后看拍结果，可能电影里可能就一晃而过的一个镜头，现场可能得是拍一天两天都是，甚至更长。对，包括那个就是动作戏那一场，尤其电影里少有的那两场动作戏，太空电梯打架那场，不是拍一个月是吧？哎呀，那个就那个真是我们记忆犹新的一段，就是我们现在这咱一提起38号棚，你就能想到那个画面，至少天天往里跑。太空电梯的那个场景是分两部分搭建的，我们看到的轿厢，是这个主要的那个有座位那部分轿厢是在38号棚，我记得在17号棚应该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棚顶那部分，因为它不是有一些失重的角度的那戏嘛，对，那个棚顶他们就建了一个1:1的棚顶，但是这样过来的，就扣着仰着，对，所以很多戏是那样去拍的，反过来拍，对，借个位，然后这两个在画面里面剪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是一个完整的空间一体的东西，然后确实是我记得我们从刘亭机场回来之后就特别激动。进到太空电梯里那个场景之后，能感觉到我靠，这个场景做得太棒了！对啊，电梯里面真实景、我们特别兴奋，还在里面拍了一张照片，你知道吗？此处可以出几张照片，给大家看看一些真正幕后。对，在那个纪录片的那个花絮部分，是的，就震惊到那个太空电梯的那个操作台，每一个按钮，每一个灯光，然后包括上面的那个 UI 对，都是那个有功能有逻辑的。就当时我觉得特别震撼，我靠，太帅了！这就是你直接就进到了一个高精度的那种主题乐园的感觉，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现在想想，如果你去过环球影城也好，还是哪儿那个迪士尼也好，它里面还原的一些星球大战的场景，还是电影里面一些场景，其实它都精度不是特别高。你仔细想想，其实精度不是特别高。对。但你当时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靠，那震撼绝对不一样的。早期星战，你不觉得早期星战那个道具，就电影里看都觉得有一种有一点有点跟闹着玩的那感觉，是它就是那个风格，就 是你知道那个按钮按下去还有阻尼，是啊。然后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座位上方的那个行李架，那个也是能打开能扣上的，是有些里面还有东西，还有对锁那一下的感觉，咔嚓锁全都做了。而且他在搭那过程中是非常就在纪录片里能看到有一段是那样，你在现场看的时候就更加震撼，因为你能看到更多的人，就里面层层叠叠的人在干层层叠叠的事儿，就刚才说的有接电的，然后有还在改那结构的，然后有往上把那个面板往上放的，有些地方面板已经放好了开始做效果，就所有不同类型的人，因为干不同类型的人，他身上的家伙事儿和他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层次，就跟有点像个油画说不上来的那个劲儿，就很有意思。而且他那个对比是非常剧烈的，因为你站在棚里，那个棚本身是很凸的，里面其实啥也没有，很大，然后就太空电梯那个景那块的那个你在视觉上能看到的东西特别密。当时我们就因为我们只肯定是站在边上看他们，就是特别就是他们忙碌的样子都看着有点感动，就是那种一场戏拍一两个月的时候，那个他们现场的各个工作人员应该都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就是比如焦虑啊，有吗？就是我觉得焦虑肯定有，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还是来自于主创的这一部分，现场人可能就是比较累。这个主创啊，他可不一样，因为他们要考虑我们后面其他东西的安排的拍戏，是啊，包括我这个涉及到这个拍摄太空电梯这几组人，那我的这个五行这个团队，他们要拍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也很耗费体力，对吧？他们要有足够的时间休息，然后包括其他工作人员也是。那我们拍这么长时间，我的预算怎么控制？我能不能
再稍微的合理一点的组织，或者是怎么样能加快我们的拍摄时间，他们每天其实都在研究这个，当然也是尽量保证，也不是尽量保证，是他们一定是保证说我们拍到完美的这个画面，这是一个大大前提啊。但确实我觉得他们那会儿其实压力应该还是挺大的，因为毕竟那个你这原来计划可是半个月的事儿，结果因为种种原因大家就撑出了两个月，那肯定从比如说我作为这个一个这个部门长，那我肯定就有点愁得慌，愁得慌。对，这个可能别人看怎么看，就是我这耗费这么多资源，我得抓紧时间，对吧？还是得还是有压力的，我觉得导演那边也肯定就产生这方面的压力，就是这个戏是个比较重比较典型的吧，就是这场戏。我觉得这一场戏动作组和导演组应该都压力比较大，他们都压力很大。他们有个难点就是同一个空间的两个镜头，就在俩棚里。就是你看起来拍完之后好像在同一个场景里打了，但其实他们不是，他们是这拳在这棚里先拍完，然后转场跑出去可能都得就十七号棚和三十八号小一公里外，一拳打那棚去了，对对对，就是一拳打那棚，然后这边挨打人在这棚里，就是他们排这个都会产生很大的这个困扰。也这个他说的这个严老师就是我们那个《流浪地球二》的这个动作导演严华老师啊，对，这严华老师其实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那个外号，就大生发。你们知道吗？有个梗，以前说大声花就说他，对，以前是就是瘦瘦的那个，哦，对对对对，就跟那个甄子丹，他有一片段在网上特火，你知道大声花？对，那他们能这么拍，是不是跟他们那个所谓的那个预拍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就全都定好了，你就按我这拍，就不会漏东西。不然的话你就是按照传统的那种就是现场拍摄方法，就没有之前没有预看的画面的话，就是他会避免对现场沟通直接沟通，有些操作是不敢的呀。对，其实我当时那个进到组之后，我看大家这个工作，我就觉得那个跟我之前想象的电影拍摄是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很多印象中啊，就传统印象中，那导演那个就和现场都是在重复的，就是一直在讲这场戏怎么个动作，讲戏，对对对。但是这个因为我们有提前的预拍摄，其实各个部门都已经明确的知道在这场戏里我们要干嘛，怎么拍，我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过程就大大提高了这些效率，这沟通的成本就基本降低了很多。对，这太厉害了。然后那只不过是说可能确实是因为太空电梯这部分，因为很多动作的部分，然后这个经验可能都不足，因为确实之前没有拍过失重的这种东西嘛，所以他们就要花了很多时间。而且我觉得预拍摄那个事儿，对这个戏，就是这个戏跟那还跟别的戏还不一样。比如文戏预拍摄都好了，就是两个替身把台词一念，镜头怎么打都定好了，甚至能精确到什么角度什么的。但你打戏，比如这有一动作演员，这吴京。你预拍摄你怎么拍出这一拳，就是让它精准的能够复制出来，就是这部分就没法预拍摄。对啊，它只能大概其的意思，然后现场那个是吧，武术指导在指导啊，怎么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太空电梯这一块也是电影里面它不是也呈现了几个轿厢它不同的那个状态嘛，但是因为景只有一个景，对，所以它这个景也是要就是为这几场戏反复去使用啊。对对，所以它就是这个拍摄效率相对来说就是也会加长一点点拍。对，因为它不是说好几个轿厢，它只有这一个实际的景，它能做出好几个这个厢的那个内景。对，然后那你如果一起拍，那你如果要同时开工的话，那主创也得分好几组呀。是，主要就是所以也不行，人劈不开，武术指导就一个。对对，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注不注意到太空电梯它有几个阶段嘛，一开始是上升，对，然后到上面之后又下降，对吧，上升下降的过程中这个光的运动方向也不一样。我们当时纪录片里有一个画面，看到一个大家看到那个有一个摩天轮了嘛，一堆工人在手动转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要模拟那个太空电梯上升的时候那个日光对里面的环境的影响。哦，明白。然后大家就得分析咱们上升的时候这光是怎么个方向，下降的时候是怎么个方向，然后包括后来那个有爆炸之后，那个韩朵朵把那个机械臂从那个窗户里扔出来之后，那个场景的玻璃也是碎了的，这个场景还要改景。改景之后，然后就这个场景经历了很多个阶段不同的这个拍摄，所以它就很太，我就想想就觉得太复杂了。是的。就当时怎么设计出来的，谁设计你说设计出这个戏吗？就是连光啊带那些什么东西，就是这是从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啊。对，我就当时我记得
我很有印象，就是听那个就是在Qtake 棚，就是导演棚，嗯，啊，里面那个视效总监、摄影指导，跟郭帆导演他们在讨论，咱这光到底应该是怎么个方向？对，嗯，研究半天，说，哎，刚才那镜头不会是拍错了吧？啊，都是这样，嗯，导演、编剧，完了灯光师、置景师，还得弄俩科学家，嗯。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对，嗯。挺复杂，是的，但是你说你之前你们拍游戏啊，其实游戏没有，其实没有那种跟拍的，就是一般都是游戏快做完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咱们再进他那个开发组啊，进去就拍，肯定也拍一些实景，但是没有这么，对对对，像拍电影这么跟嘛。但实际上真跟拍，又像这么大的项目，我能想象到，实际上在工作的人，他情绪不会特别好，嗯，就是从导演到最下边的，就是大家都很。他也不是说针对谁，也不是真的，因为那个事儿，就是，累了，那个事儿就是太累了，就是在心里压着事儿，在拼寿命干一个事儿，嗯，啊，就是那个人那时候那人情绪是很不太好的。然后呢，纪录片团队呢就在边上老拍人家，嗯，完了有时候还得有时候还得配合一下，对对，就这方面困难肯定也有。你这个确实我能想象，嗯，说到了我的这个我的心坎里啊。其实有时候那个确实我看到他们那么焦虑，或者他们在那个场景中他们那么严肃，或者是有时候我也很紧张，你知道吗，嗯，我就在那块拿着摄像机怼着人在那拍，你知道吗，嗯，哎，但是想想我还是得坚定，因为我得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对，信念感，对对，信念感，不能说人家没说什么我就自己先我说这个是不是我就不拍了，对吧，对，嗯，就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当时也是一开始刚进组的时候自己需要去调整包括适应的，我也跟我们的这个摄影师说，我说你们不要那个，首先你们不要太有攻击性，但在这个前提下你们一定要脸皮够厚，就是而且你们要这个在现场时刻保持机敏，你要耳听六路眼看八方，这个眼前的这点事儿不是全部啊，就是你要随时找到新的这些事件的点，其实有时候我就是那状态，就是光在那站着也挺累的了，就你得，啊，观察，一直观察，思考，说现在到六点，我有三个小时时间，这三个小时我应该挖掘点什么故事，我应该去拍点什么，绝对不能浪费这时间，你知道吧？哎呦，那一天真是，我记其实印象有一个印象特深，就是这我们没剪到纪录片里，嗯，在有一场这个涂恒宇和马照出发去这个北京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地下的那个这个。计算机跟服务器的那个出发的那个吊舱里，他们在那个吊舱里有段对话嘛，不是，那段戏其实有一个道具要放在那个里面，是一个550W 啊，那个电脑是吧，啊，对对对，然后那个啊是那个其实长得就 MOS 的那形态，啊，是方盒子了，啊，对对对对，嗯，当时道具组的这个几个同事突然就行色慌张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就一下子就感觉到我，哎，来事儿了，有事情啊，啊，嗯，来事儿。然后我发现他们在那个紧急的调整这个550W 这个外观，嗯，就是，这个时候他好像还不是550的，我记得他是上面有一些零件没装完，需要让他以一个这个装完的形态，然后再放到那个场景里。结果呢？他们光装啊，我就跟拍了一会儿，结果发现他们装好之后放到箱子里，那个航空箱那个箱子，把这箱子运到场景之后，马上进到场景里用了，结果这个航空箱坏了，他就死活打不开了，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在那拍他，他们在那慌慌张张的在那研究怎么去开这个锁，然后我在那怼着在那拍，啊，然后最后反正算是。在最后一刻把这东西解决了，打开了，然后这个就送进去拍摄了。嗯，就是你能看到拍摄过程中确实出这种问题的时候，整个那个氛围大家是真的就一起着急，嗯，真着急，就各种各样的那着急。然后还有一次是那个航空箱也挺奇怪的，嗯，平时都能合上，嗯，哎，今天就怎么合都合不上了，嗯，就是不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道具哪个东西是顶住了一个什么东西，嗯，大家也是搞了半天，嗯，啊，就是有时候这种意外情况挺多的，就那你得去找，反正就是他们那玩意儿也没有，就是就全世界就一个，嗯，对呀，啊，就是然后你说你，哎，你打不开，你使劲儿，那你要我对要不能弄坏了，你弄坏了咋办？嗯，是的，你站边上看，你都觉得也没有说明书，就是说这个是谁家买的什么的。反正我觉得龙马刚才说那个，我觉得确实他应该，我特别
感同身受，就是我确实就在那个情境里，有时候大家都很焦虑，挺尴尬，是的，就旁边拍摄。其实你心里知道，我是为了拍你们，为了把你们这些，就是为了展现你们这些辛苦啊，你们这些什么来拍。但是在当下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氛围就卡了，能换位思考到，就是人他已经在那种人已经在快崩溃的状态下，完了，嗯，我还在拍他。而且我那时候刚进组，跟大家不熟，是，所以我要做的工作就是我要跟每个部门长去建立一个联系，我介绍，我说我们做这个纪录片。我们要这个做什么样的内容？我会涉及到跟潘金哪些东西，我都要跟他们做交流。嗯，比如说一开始大家看到做门框，不是做那个这个门框机器人和做那个外骨骼的那个老师崔老师，嗯，他其实，在从影这么多年，他拿了几次金鸡奖啊，比如说，嗯，其实没有那个团队专门说去找他去采访拍摄他们的工作内容。当我去跟他说，我说我能不能跟拍你，然后采访一下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别拍我，我也不太会说。”就是这个，嗯，是的。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得想，我说那我要跟他讲，我说为什么我要拍这部分？因为我们想记录这个，因为咱们是科幻电影嘛，对这些东西本身，特殊道具的制作，我们也是第一次自己完成外骨骼的制作。之前第一部的外骨骼是人家维塔工作室做的，嗯，是吧？然后我说这些东西呢，其实也是体现我们这个整个工业这个能力的一个进步嘛。是的，而且，对于科幻片来说，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跟别的片子可能还不一样。嗯，所以说，我就跟他讲我们这个片子的动机目的。我说你们的工作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说观众，我也敢打包票，观众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嗯，然后他说，嗯，那我 OK， 说咱们就采吧，然后怎么着的？就我要跟他们做好多这种沟通，就是，他们不仅要拍摄，还要做大量的沟通，因为他们其实之前不太在台前露面啊，嗯，也没这机会可能。嗯，人心想说，你一般人都拍吴京、刘德华，你跟我跟着我干嘛？别的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进到这个组里，我目的就是非常明确。嗯，这些道具制作什么的，其实对我们这个科幻片的幕后还很重要的。对，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想要问的，就是咱们这纪录片把很多的重点都放在了剧组的工作人员上，什么车床的师傅啊，然后化妆的，然后服装道具，就是这么多人，这么多幕后的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这个现场日常生活，他们的食住行，就是那个厂里面他们住哪？我们其实这个。它毕竟是个拍摄基地，嗯，其实就是住酒店。我跟你讲，这个大型的，对，就这个确实很多那个观众一定会好奇，或者他可能也不知道。像我们中国有几个这个影视基地嘛，对，就是东方影都，青岛的东方影都是一个。嗯，那其实这种影视基地呢，它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其实很完善的，非常完善啊。对，这个园区里面，比如说像我刚才说，有几十个影棚，嗯，里面甚至有动捕棚，嗯，然后有专门的这个水下拍摄的那种棚，对，然后有升降机什么的，然后每一个大型棚里面都会配一个几层楼的，四层楼还是五层楼的这个办公室，对，就是，这个办公室不大啊，就是那个可能一个走廊、两个走廊那么几个办公室，如果这几十个吧，一共四层楼，这些办公室呢，就是这些剧组各个部门在这里工作驻扎的基地，然后我们的这个。住呢，就是旁边园区外面有很多酒店啊，还是住啊，对，就像那个我，你甚至很能说它很难说是酒店，就是小区，就是公寓楼啊，其实就是公寓楼，就是因为它是不同剧组来都要入住，然后很快都要搬走，它就是以一种酒店管理的方式的那样的公寓群啊，其实就是那个酒店式公寓啊，这酒店房间里其实都给你配了洗衣机那种，你可以洗洗衣服什么的，嗯，就因为长期住嘛，方便一点，嗯啊。这方面还行，然后楼下也很多餐厅，你在那个园区里面点外卖，一样也能送过来啊，嗯。配套设施很完善了，都已经是。对对对，包括那个有食堂啊，就是，哦，还有食堂，就是剧组会有自己的这个伙食团队嘛，嗯，他们会这个每天负责三餐的制作，因为你也知道这剧组里面不光是我们这个拍摄的这些人，对，其实你。光美术组好几百人的那个工人，是的是对吧？人也要吃饭，每天这个三餐都是必须保障的。嗯嗯嗯。就引擎说那个生活方面，就是因为他已经太比较习惯于剧组的节奏，所以他周边的所有的那种配合服务，他都比较习惯于这种。你又不是住这儿，但是你住的时间也偏长的，啊，就比如说会三个月到六个月的那种状态，所以整个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上，其实没有特别多不便的地方啊。
对，就是比如说我订一个外卖，我在酒店订一个外卖，他也是能送到我的那个房间门口的。嗯、原来对，然后如果我买的那个快递，他也是有附近有那个小区的驿站。啊，印象很深的是我们住的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啊的店主是一个很敞亮的黑龙江人一家，然后会时不时的在那儿卖一些。就是很东北的一些卤的自己卤菜拌菜和卤肉，对，我们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都住习惯了似的，就两点一线的回去之后会直接先去这儿买点看看新上的什么肠什么乱七八糟，然后拎着上楼什么，就是甚至日常会转成一个很稳定的一种状态啊，只不过后来会逐渐被打乱，特别是到了他 AB 组之后，他的通告会逐渐的就这么说吧，你只要你开始熬夜，你就会就乱了，就熬起来了。然后有的时候通告就会变成半夜一点多时下通告什么的，因为他们就是分 A B 组了嘛、嗯，就两组出工的时间也不一样。对，就大家就不是完全都统一行动。在拍摄上基本上就是，哎，那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他们剧组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吗？没有什么要求，这个没有什么。哎，我给你提个意见啥的。对，不是那种，咱不是有个通告单吗？每天对那通告单里面信息很丰富，当天的天气，然后当天要拍摄的内容，包括分镜，然后各部门要负责的东西，各部门到位的时间，每个部门到位的时间什么都会有，很详细。对，然后其中就会有一栏写的纪录片。纪录片这栏子里写的什么呢？是自行把握。这个后来成为了我们的座右铭，对，一度成为了我们团队的那一个。对，今天怎么着呢？今天自行把握，自行把握一下吧。这个太好，因为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说你要几点来，或者你要干嘛。对对对，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一个这个像一个自由人一样穿梭在不同的这个维度里头，你知道吗？对，就是其实给了我们极大的创作空间。就给我就感觉多余写你们，但是得写，对，这是咱得体现出咱这个，他得告诉剧组人，这个剧组人还是来的，对，不是不来。原来对这个其实也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就是一个纪录片团队进入到这个剧组里面，又天天凑在人家旁边拍，就是也得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对，不然人家觉得你是谁。对，因为我之前会固定跟我们其中某个摄影师的团队，我就说你拍的时候呢，我也得知道你拍啥，跟着嘛。后来发现就是挺惹人嫌的，就一个摄影师不够那么烦的，后面还跟个人也不知道干啥了，拿个本儿，特别拿个本儿，穿个披风，我滚蛋吧，我还穿个斗篷，我就回那儿。是，这我能理解。就咱们再干一个什么事，比如说核聚变，正常的这个、啊、这个就北都找不着了，是吧？是，完来一人胖乎的。是，当时我还占地方啊！问我这问我那，你谁呀你、啊？对，我已经很克制，我都啥也不说，都就是看，都觉得有点。不是你啥也不说，人更觉得你可疑。对对对，所以很尴尬。后来他说我算了，啊、我在边上就是在边上卖单得了。纪录片团队反正确实也得稍微有点眼力见，是对，你不能打太啊，确实对。我估计就如果我在现场干这个活的话，我能理解他们，就是那个、是那个这个片子的这个拍摄过程，肯定是非常地狱的啊，每一天都想着明天怎么办啊，特别是主创团队，是的、人有时候那个特别这个。基层的工人确实不知道你啥纪录片，对，是说你一看，你说你这个工作牌我看一下，他得看我们的工作牌是不是红绳，是红绳才能允许在他们那个工作范围内拍摄，是那个区域内拍摄，嗯、因为好保密啊，这、这个一个园区里面其实有同时有好几个剧组在工作，是的，这么大的，在管理上也有一些压力了，对，所以他要还做好保密工作的，你得先看看你的工作牌是不是我们这个组的，然后再看你是不是红绳。就是、有时候你问我你谁呀、啊？我说我是纪录片团队的。说我看你工牌，是啊，行。然后包括就是那个通告单上，其实还有那个剧照和花絮的团队嘛。对，就其实大家都是拿着相机的，就、对，就其实他也很难分辨。对，其实在整个组里面拿着相机，像我们这种就是拍的，就是其实也不止我们啊。对对对、是这样。你说到保密这个事儿，是你们，因为你们从第一天就跟拍摄，你们就进组了，就是你们已经跟了组很长时间，但是这个片子已经在拍，其实没有公开说吧，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当时开机的时候，好像网上是有路透的，有人本来其实开机仪式是一个秘密的事，对呀、按说就是，然后那天不知道怎么着，就这个事儿被人拍了一张照片。发当天马上就发到网上，开机就本来我们是那天对，然后大家就在这个在想是谁拍的，是吧？对，开始查那张照片里面不小心还把我拍进去了，还有这事儿呢？对，我一个背影，就是很复杂这些事儿，就保密这事儿吧，任重道远。其实我跟你说，
拍到那拍到什么时候？你们就是这个在就是过了个年还，就是我在给《流浪地球》拍纪录片这个事儿是能说的事儿，我都忘了。我和猫比好像一直没有，我记得是一直到电影上映，咱们录了期电台，咱们谁在节目里说了一句，才说集合拍了《流浪地球》的纪录片。那肯定是西蒙，我们不会干这件事啊。就是整个的跟组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都是不透露的。对对对。然后来网友知道了之后，就总来问嘛，就咱各种节目下面都会问。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般我们也不太回复。然后有的时候没法说。对，就是主要是我们这身份也因为是有保密协议在的嘛，就但是有的时候有人会问说那个是不是没了，然后我就回一个我说还有。对，就只能说还有。但是人家问的更细的什么时候上呀，都有什么呀，然后。这些没法那个说，就是其实三年以来，我跟莫比我俩都没有发过任何就是相关这个的一个动态。对，确实，对，憋得是难受。对，就确实不是不想回复大家，就是也是因为这事儿没料听。就身份，对，身份也比较特殊嘛。对，因为我们保持这个状态。对，咱做纪录片呢，就是也是就是也得让对方信任咱们嘛，不能说天天啊，我在这组里干嘛了，我一天发一个朋友圈，那这样也是不被信任的团队。对，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就专业素质在吧。那就是他们拍摄这段跟完之后，后期咱们还要拍啥？就因为纪录片嘛，你肯定得记录这个电影的这个诞生到面向观众整个的过程。在2022年4月份是正式杀青嘛，部分杀青。那实际上后面还有几次。2022年11月份还有一点点补拍在北京。其实我们也都跟了。然后包括这个4月份杀青之后开始陆陆续续进入到后期制作嘛。这部分我们也去拍了一些，然后就一直。开始同步的整理这些大量的素材，海量的素材，同步去做这些补拍，包括一些采访的补拍啊。因为这个当时很多学者和专家的采访都是在那时候插空、那个、插空拍啊，然后还要这个时候拍科学家，对纪录片，然后姚海军老师、吴岩老师、飞刀老师都是在那个杀青之后的那一年多拍的啊。是当时咱姚海军老师、吴岩老师，咱其实都是远程拍的，对对，有些是远程采访。那一段是在当地请的摄影师，对对对。姚海军老师他在成都嘛，然后吴岩老师他在深圳。就都不太一样。然后飞刀老师的话是请到咱们那个公司在拍的。对，对这个我听说了。现在远程倒是因为我跟他们拍过远程，嗯，感觉很成熟了。现在还你跟我拍哪次啊？有一个哪个项目来着？反正就是我就在现场，你不远程拍吗？当时很有意思，就是跟组的时候我就有半年多的时间，就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录节目啊，我就完全。然后其实就是。都完事儿的时候赶紧补嘛，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这期间还真的额外录了很多跟科幻史相关的节目。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成都找别的老师录过晚清科幻史？对，然后吴岩老师录过科幻文学论纲。嗯，其实这一前一后对整个这个片子后来这个就科幻史的这个脉络，那个脉络就影响其实挺明显。人纪录片资源，你干私活儿了？就是，而且很牛逼，是还真不是，就很逗。对，这边是弄完之后，然后正好赶上，就都能录这些内容，就全那缘分都就是。全都汇到这块儿了，跟科幻相关，确实有缘分，真会说，对，太顺，特别神奇。对，因为感觉这个这些科幻的这些这个就是老师们也是很认可这个《流浪地球》在这个领域做的一些做这个探索贡献，所以当时很支持这个事情。对对对，当时接受邀请呀，然后包括帮我们去找一些历史资料什么的，都是就是倾尽全力的去帮我们，我们特别感激，真是。其实就很巧，就其实吴岩老师啊、飞刀老师他们都看过《流浪地球一》的首映，他们当时看完也都特激动，所以。当我们再去邀请他们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支持。飞刀老师拿了那两本书，那你这都可是文物级别的，是的，对、啊、对。其实大家看到我们展示了很多这个老的这个书籍嘛，包括什么那个中国新中国未来记啊，然后那个越界旅行啊、地底旅行啊，那些书架上那些书，其实我们当时在。你们，我就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出来，就是那个，包括还有后来第二部分那个，有很多儿童文学的那些科幻小说在书架上，那些画面是不是实拍的？哦，
看出来了吗？不是实牌是啥意思？就是它是我们是特意就是拿这些书籍的封面，因为它已经很旧了，然后我们进行了就是一定程度的修复，然后把每一个书籍的这个封面去制作成了实体的，就是 CG 的书，然后放在这个展厅里面排列，哦、然后通过运镜，然后去模拟出来了。我们好像是在拍一个展厅，哦嗯、但是其实这一部分是 CG 去做的，因为这些书太多了，你知道吧？就是想用一个。最简单的最短的方式，一个视觉里面呈现一个群体的一个感觉嘛。嗯，然后我就说那个，首先我们有这么多书的封面，然后我们该怎么处理，然后不能用图片的形式展示，那就太简单粗暴了嘛。嗯，然后当时我跟我们那个邝老师就商量，我说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就把这些书呢做成像书一样，然后我给你画一个数字展厅的样子，然后咱们把这些东西摆到这个展架上，嗯，然后我们再去拍，然后可以像一个图书馆里面一样，这些作品像一个个的珍贵的文物一样在那摆着，然后就那种感觉，最后就呈现出来这么一个镜头。当时大家很多人都没看出来那是 CG 做的，反正那就也是一个反正小操作吧。嗯，就其实 CG 展厅有，其实本来有两个，还有一个海报。就那个海外的那些科幻电影的海报的一个小展厅，嗯，但是后来由于就是素材授权这一块没有办法拿到所有，就是嗯，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聚焦在了几张三张海报上面，对，嗯，那个展厅的全貌就没有得以呈现，嗯，这其实和你们之前的项目比，就是它后期的这个复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吧，就院线片子嘛，像之前咱们的片子就基本上后期是除了一些这个。明显的 CG 动画制作，这个可能咱们有些合作的团队，基本上片子本身的后期就咱们自己就制作了。据我所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次肯定不行吧？其实要有各种各样的外部的这个合作。对，但是其实整个剪辑部分还是我们自己做嘛。啊，对，就、啊、对、嗯。然后只是说这个，因为你涉及到院线了嘛。是啊。你包括像你要必要有的这个数字中间片过程。嗯。那这些以及从数字中间片到最后的这个发行口碑，这些我们都需要，这些相关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帮我们去。现在发行口碑是个什么形态呀、啊？你这还是数字的键硬盘，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哦嗯。其实我现在也没有那个去看到我们那个最后拷贝、啊，你都没看，直接在做了，直接下院线了、嗯。对对对对，可能我就没有那个机会去。哦、我唯一有一个留念的照片是我们拿着我们当时送审的那个袋子，录像带，那个是送审的一个物料的一个材质，就是要交一个 HDCam 的一个东西啊、有那么个留念啊。哦，外部合作其实还有就是音乐，嗯，音乐也是单独专门制作，哎、对，嗯，就是这个我你记不记得我当时特激动，我找到你，是我说你看过《河西走廊》吧？我说我操，我心目中最牛逼的中国纪录片，然后那个音乐太，然后。你看过还有一个湖南卫视的纪录片叫《中国》吗？中国，对，就是这个团队的，就这个团队的这个徐迪老师，他给我们做的这个纪录片的这些原创的音乐。徐迪老师也是国内纪录片配乐这一块就是比较厉害的老师，然后我们也是得以因为这个纪录片才有这样的规模能去跟他合作。是的，就如果我们平时做的那些短的纪录片，可能也不用说做十首配乐，就也没那个必要。就也是这一次才能有这个机会能去做，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缘分，也是之前没有过这样的流程和机会，对，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别忐忑，我说我应该，怎么跟这个是作曲家去交流这东西、啊，后来发现，哎，大家其实都是有经验的人，都专业，只要去沟通这地方的情绪点，大家能对齐，其实这都没什么问题。然后我们的那个纪录片其实也有他自己的原声带，就之后可能也会在网络上面去发行，对，就是也可以像就是比如说听《流浪地球二》的音乐那样，也可以在音乐的平台上面搜索到，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主题曲，我不知道你们对就是听没听出来，就是其实我们的那个主旋律是有过三四个版本的编曲，在这个纪录片的不同位置穿插。大家在院线里可以仔细听一下啊。对，也是就是为了去上院线，然后匹配这样的一个质量吧，就也别让观众觉得去了之后听的全是罐头音乐，或者是觉得我们在音乐这一块特别不重视。上院线这个事儿是从一开始就定下的。嗯。对，所以其实在这个
我们那个小邓嘛，是我们的摄影指导嘛。嗯，当时我们跟沟通的时候，这个要做院线的这个一个纪录片，他还特地给我们做了一套 LUT， 然后在电影院里面对这个摄像机的素材进行了一些测试。嗯，所以后来我们定了一些我们这个纪录片的一些这些，摄影方面的一些守则吧。啊，嗯，就是尽量能保证我们在现场拍的这些东西品质是过硬的，能够在大荧幕上看的。嗯。嗯，包括在剧组的跟组这一部分的拍摄，大部分也是用的那个大的机器，就也不是那种小的 vlog 的那种机器去拍的。嗯，就是也花，就反正从我的角度也是花了一定的预算在这个上面。是的，钱的事儿是吧？这口口要说啥呀？我觉得这事儿特逗，我们因为一直是奔着能上院线努力去拍的。嗯，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刚进组的时候，他们测他们的 IMAX 拍摄的时候，嗯。然后我杵在门口杵了半天，他们测的时候就对着我拍了半天，猫咪给我拍个照片说你看到没有，你这入镜了，看这脸多大。对，就巨大巨大一只啊。因为他那个真的，他测试的时候在棚里就能看到近乎爱拉小伙的大屏，非常漂亮。嗯，当时觉得哇，屏幕大是牛逼。反正我不知道别的这个剧这个电影纪录片的团队他们怎么就是具体是什么样，但我们当时去在组里面，我们拿那套摄像机的时候，我记得谁来着，导演还是这个金哥来着，还说哎你们这机器不错，说不沉吗？我是金哥说的，我记得我说没办法，这没有，因为他们印象可能大家就拿个小相机或什么的，没想到。嗯嗯，但是那个小邓其实已经在这个便携性上做了挺多的那个配件选择了，就是拉爆的。对，我们当时在这个配件选择上就精挑细选，怎么样让这个机器拿着更舒服、更轻便？电池要选多大的都得研究，你知道吗？嗯，对，就小邓也是一个计划性比较强的一个人，就他也是会提前把这些摄影相关的这个工作就提前帮导演想好。嗯，是的，嗯，看。像我这种团队里必须得有点 J 人，要不然这就是 G-Sense 的这个团队性质啊。嗯，因为也是大家就咱这个团队也合作挺长时间了嘛，就我也，嗯，我觉得也特别幸运，就是大家能在这个项目上能有所发挥，然后配合的也挺好的。嗯，其实我就是很大感慨是，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去跟团就跟那个组的话，你会被那个他们那个组里的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压力和混乱就会被带飞掉。嗯，你必须得就是自己得稳住，不然你上哪知道明天拍啥呀？对，因为你没人问呢。他们那个从我们进组的时候，他们的美术团队就已经过载了啊。是吗？所以就是我们去说，我说啥时候采访美术老师什么，我感觉他自己都折腾不明白自己事儿了。对对对对，都说不明白话了，当时都忙的到那种程度。所以就是我们得稳住，然后才能就是有的时候抓拍到，或者是能判断到他能接受采访，不然的话采不了。上院线这个事儿，对一个拍片的人来说，应该是就是这个事儿来的时候，你应该睡不着觉的。我猜啊，我不知道，很激动是吗？就说有一个上院线的活儿。其实这个激动对于那这个对于给《流浪地球二》拍纪录片这个激动啊，我觉得最更激动的是这个前面，就我说给《流浪地球二》拍纪录片，就这个是更让我激动的，就是以至于我忽略了这个眼前这条路到底有多艰难。对啊，就是包括上院线的这些东西，包括这挑战，包括拍摄过程中你要面对的挑战，包括那个后期制作你得面对的多少挑战。对，当时就激动的就是。没想这个事儿，就感觉，嗯，哎，这机会太好了，就是赶紧拍上。对对对，就像我，就可能我这种性格人就这样嘛，就是比较一开始比较乐观，比较有激情，然后根本没想到困难。我觉得是因为他不经历这些，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去做送审物料了，内容审查也好，技术审查也好，那就絮絮叨叨。其实是我们制片，我们制片人这边的事儿。啊，对，所以就是咱们团队就集合这边团队有我作为。出口嘛，然后我们去跟郭帆导演工作室的，因为他们是第一出品方嘛，就他们的那个制片人会去帮助我们去走这个送审的流程，就其实也就是吸收了他们的一些经验和指导，就他们会来告诉我们说啊，咱们电影局他需要的一个物料的规格是什么样，要求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去配合进行提供和制作。对，所以导演其实在这一块也没参与啥。没有大哥了，你说的我好像很轻松一样。其实我那天不跟你说吗？其实就那个
郭帆导演在纪录片里边不也提到了吗？第一集的这个宣传的时候 slogan 叫冒险启程，嗯，当他们拍第二集的时候就是再次冒险嘛，然后说他们来，他对他们自己拍这个电影来说其实也是一次冒险。是，那我其实就后来才知道，我这是误打误撞跟他们一起来了个套娃冒险。是的，我们这个从头到尾其实都是面临的我们之前没干过的事儿，嗯，没，甚至就是你可能没那个能力干，你要去学习，然后没那个经验嘛，嗯，对吧，嗯，然后那只能怎么着，就我这个性格就乐观嘛，就是就先弄上了贼船，反正咱就跟贼走。因为这个事儿我也能理解，就是说给流浪地球二拍纪录片这个事儿是可能很多比咱们更资深的纪录片团队都脑挖血尖想要干的事儿。对，对，啊，这个有这么好的机会，就是说还主动邀请咱们的话，这个就先不想困难的事了，是吧？是的，那肯定。先去想想怎么给他干好。对，去反正这个保持这个劲儿。嗯，我感觉一开始就是刚最早的时候，刚刚你不是说到就是那个，咱们是怎么接到这个提案的那个邀请的时候吗？嗯，我都没有觉得我们能接这个项目。是，当时都有点不敢想。他是一个没有我乐，他比较那个什么悲观的人，可能是。我是比较保守，我觉得比较理性，比较理性。对，那我就是属于那个，咱我一定能干，这样。比较弄啊，所以说就是到我们录节目，而且咱们现在想，这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郭帆自己都觉得《流浪地球二》是有很大的概率是。要完蛋的，嗯，在这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可能就是甚至这个项目都可能出现一些大的问题，对，他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然后呢，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一个上院线的纪录片，就等于你在这个项目上嫁接的咱们这个项目，那就是他冒了那么大风险，就等于你咱们这个跟他一样，对吧？哪怕他拍出来的《流浪地球二》没有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是吧？是、嗯，是牛了，是吧？这不都是后话了吗？是，对，当时你们定下这项目的时候，甚至还没开机呢，是。嗯，他有就是有一种最最不好的情况，就是说这个二没有成功，票房啊什么的都不是很成功，口碑也不好。嗯，人家说啊，然后你们这个纪录片还要上院线，不更扯，更完蛋吗？我跟你说，其实当时考虑过这个事儿，是的，我记得跟口哥说没说过，啊，还是怎么着？就你激动说激动归激动，这从商业上来讲是个巨大的风险。对，其实就是假如说那天我们就聊，假如说如果《流浪地球二》上映之后它就不行了，嗯，那我们纪录片咋办呢？对，是呢。我说要不然咱就换个主题。咱们就讲了如何失败，反正都是计时都记录下来。东北人家记贼劲儿上，两手准备，太有道理。我们确实经历过这事儿，确实经历过这事儿。咱之前2017年拍那个《守望先锋》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中国队他会赢还是输，会走到哪一步。是的，咱当时确实有好几个。就是跟我马上对，但人暴雪跟我们说，咱要拍四集内容。嗯，我们就在想，那我这四集可以讲，你一定得讲成功的故事吗？如果他不成功，你怎么办？你得有准备。因为他前面几集是跟着那时间放的嘛，是的，就没法说。那个他至少不上院线啊，是啊，是，就是你的盈亏不用那么这个特别就是凶险的绑定在一个巨大的风险上。嗯，所以我们团队当时受邀看过《流浪地球二》的试映会，我们看那版本特早，没有特效。嗯，12月份的时候，我当时坐那时候都麻了，就是有点麻这个事儿，就是刚才龙马说的，有点突突了，因为我不知道他拍啥了。我说看吧，我说要是都不好看，我也不知道我也当时该怎么着。对，但是当时看完确实很好，嗯，就是一点特效没有，也不是一点特效，就是很多地方没特效。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我估计这个咱们小郭导对于这个事情是有觉悟的，就如果就是因为他特别喜欢《流浪地球》那个一那个片子嘛。有没有一种那种共进退的这个觉悟，就是一旦《流浪地球二》不行了我也认了，就是我要跟我这个肯定是我当然我大国岛一起去把这事干了，说就是行不行的话就我要参与这个事情。嗯，对，因为我感觉他就算失败吧，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了，就是因为我这个哪怕这个片儿它没有上映出来，但是我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是做了一些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嗯，这玩意儿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儿。而且跟郭帆导演沟通，他说他对工业化的探索下那么大决心，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成，他探索还是值得记录的，当时至少对吧，是得考虑到。因为从那个郭帆导演的角度讲，这事儿如果失败了他也是有价值的，当然，对吧，那我觉得那我记录一个失败的过程它一定也有价值，对啊，或者说我这个事儿我也没那个失败了，那我也可以从这里面总结出一些东西。但是我看完咱们看完之后，嗯，其实我心里就特别焦虑了，因为我感觉片子太好了，但我这纪录片能不能配得上人家这个作品，你知道吗？对，就那时候我的这个后期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压力就起来了，压力就特别特别大了，两头好也焦虑不好也焦虑啊，对对对对，就是你哎呀
就是其实包括说是也就是包括说上到院线的这一个事儿，就是在我们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嗯、其实还增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环节。对，就因为他要上院线，所以我们要控制在一个时长里。对呀、啊。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院线的，就是。嗯，怎么说，进入影院的人他可能会去拿你的纪录片去跟其他的影片去做比较，那这个就需要让你这个纪录片有这个故事线，你不能是一个流水账式的，或者说可能有些人会理解它是不是就是一个花絮加花絮加花絮的一个片子，一个骗人的或者一个圈钱的一个片子。对，就包括甘莫比说到说不能让那个球粉们觉得是不是你这纪录片配不上我们小破球、嗯、对，就在这一部分其实花费了挺多在后期制作上的这个精力的，包括我们片子最长的版本也有120分钟，就是两小时版本。对、嗯、然后我们又去调整它的观感节奏，就每一次都要去，就每调一下，其实基本上就是前后都要调。嗯，然后包括删时长的这一个经历也很痛苦、嗯、对，就基本上就是我们要保证每一场我们保留下来的戏都要保留，但是又要把它尽可能的缩短，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删，一秒一秒的删，然后我们删除几分，就是汇总起来删除5分钟10分钟、嗯、删除这样的量。 嗯，然后包括就其中其实还经历了一段时间是有小标题的阶段，章节章节是这样的结构，纪录片的结构也尝试过好几次，然后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想法，嗯，然后甚至其实中间也删掉了一些内容，就是原来有的一些桥段和一些幕后的过程，嗯，也综合考虑到最后的这个节奏，然后观感上的舒适，嗯，不得已就得删掉了，啊，嗯。你不可能说我觉得这个好我就全填给观众，但是人家观在这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的观感上，对，你要让人家能够带入，看完之后觉得是一个正合适的节点节奏，然后也不能填鸭式的光光光光的给人加东西。嗯，所以这包括开头其实也做过好几版。是的，嗯，就是也一直在想一个目标，是这个也是跟包括跟郭帆导演就是在每次创作的讨论的过程当中，每次看片过程当中，也是大家明确的一个，就是要给观众摁在影院里，一上来就抓住他的眼球。嗯，就为了这一部分，其实也额外做了很多的。就你们每一次出一个剪辑版本，是不是都要给这个郭帆导演看啊？对啊，对啊，嗯、这个过程中大版本是这样。嗯，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不是，就是别的电影那个纪录片的那个，就是那个电影本身的导演会这么。我觉得应该不会，我觉得也不会。就他等于是每一版本跟你们一起去调整，对，他要看你每一个大版本，每一个大版本，就是我觉得首先，郭帆导演其实他的这个给我的一些意见啊，其实都是这个比较宏观的，但是他给我的那些东西呢，又不是说我都听不明白，或者是我想不明白，特别概念，特别不是那种特别虚无的。就我觉得这个作为这个两个导演之间交流起来，我是没什么太大的障碍，然后确实给我们很多这个空间自由，包括这个。我想怎么处理每个环节，这个片子大结构哪些呈现，我哪些我不呈现，其实郭帆导演其实都比较给我们很多的空间了，然后、啊、但是他会给我很多就是关于一部院线电影他应该怎么处理的一些技巧、啊、就比如说像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观众刚进到影厅还没落定或者是还在看手机的时候，就让观众先赶紧进入到我们电影的这种氛围，这可能是我们做长片的时候要考虑的。嗯，然后包括我们这个纪录片怎么样让它的一个传统纪录片的结构更有这个故事感，或者更像是一个类型片的这个剧本结构。嗯嗯，这个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去匹配，然后去调整它。还有就是，长度上，时间长度上，我们怎么把握？那郭帆导演也不见我们太长，就院线那边有要求。就郭帆导演其实也是在就是上院线的这一块给我们特别多经验吧。我觉得他不是说具体的说，我告诉你这块你要怎么剪，或者是这块你要怎么修改，就是他不是说完全一个特别就是指挥型的那种下命令式的那种建议，而是宏观上的这种，我觉得是启发式的吧。嗯，我感觉每次回来之后，我感觉就像上了一堂大师课。嗯，确实是这样，会有收获，这种感觉。但反正最起码最后我看片子的时候吧，说这个咱们这个片子配不配得上《流浪地球二》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得影迷《流浪地球二》本身的粉丝对来给咱们评价了。但是我有一个体会啊，
就是我等我反应过来就看完了。嗯，啊，是吗？就是纪录片，其实很多好纪录片，我看中间也多少都有一点那种，就是让我觉得，哦，就开始煽情了，或者是开始要说一些什么，就咱们这真的节奏快，嗯，哦，是吧？就是确实，嗯就是，我看我没想到，就是好坏两说，反正是，嗯，看挺痛快，完了就完了，感觉就是反应过来一件事，我哪难受啊，哦？我想上厕所。我确实是，就是我们确实是觉得，就是不，我们的目标确实是想让观众看得爽。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他看完了之后，他所预期到的没预期到的都满足了，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我们挺想达到的一个效果，但是不确定观众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那我也解释一下，就为什么节奏这么快啊？其实这个一方面是我本身的这个剪辑风格可能是这样，还有一种确实是你拍的这个电影它本身是信息量巨大的，是你觉得我。可能你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纪录片里面，比如说有十个信息点啊，对，但实际上我们这都是做了好多取舍结合之后的这个信息点，所以这个它本身电影就是一个高信息密度的一个节奏。那我们纪录片也是这样，包括我们为什么当时，我们也希望观众去影院看，因为确实很多画面里面，嗯，尽管我们是纪录片的画面。但其实那细节其实也够多的，是的，就我记得这里面，那个尤其是双现场部分，观众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密集的一种那个美术场景的制作过程。我靠，那个真的是，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纪录片的信息量也很高。嗯嗯嗯，就这确实客观情况，我们也没办法。嗯，我也不能把它拉得太慢，嗯，那就损失了太多内容了。是，对，嗯嗯嗯。咱们也别说的太，就是万一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慢的，嗯，这个那对，就是这个也不说也有可能，人有千百种，每个观众都不一样。但是我感觉就是，如果你喜欢《梁情二》这个片子的话，这个应该是很多看点的啊，嗯。但是之前啊，西蒙一直跟我说这个要做一个这个预期管理，有个啥预期管理呢？就是可能很多人想要看很多明星的那种特别多的幕后，嗯嗯，这个是咱们这个片子唯独无法满足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满足不了，每个人都有出镜，也有，其实大家能想到几个关键的演员其实都有出镜，但是这个片子绝不是围绕他们或者把镜头就聚到他们身上啊，基本上就是都有一些露脸，但是其实我们拍的是更宏观整体的这个电影幕后制作的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也让我挺那什么，因为这个电影的演员阵容很牛逼嘛。其实可以，就是正常来讲，比如说如果很多导演站在郭帆导演那个角度，可能你给我多加点谁谁谁，这样会到时候宣传好一点，或者对院线好一点等等，嗯，其实你能明显感觉到这个就是片方没有提出这种任何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嗯啊，嗯，而且很多这个明星的那个在这个纪录片里出现的一些镜头啊，也不是那么好看，嗯，就是真的是他们很真实的那个目的，对，嗯，工作的状态，对，嗯，是的，很狼狈。嗯，是的，有一段刘德华在水下泡了很长时间，嗯，整个人都湿透了那样子。嗯，所以说就是很在这方面很纪录片。嗯，但我相信《流浪地球二》的粉丝其实来看纪录片，应该不是会为了看，对吧？嗯，这方面内容的吧，我猜啊，反正我没这个需求，嗯，但可能有个别演员的这个粉丝可能确实有想，我就想看看谁多一点，这个确实可能，也许你会有一点失望啊。这个咱们这个片子没有特别聚焦在这些大牌演员身上。是的，嗯，这个是这样。其实那个，本身《流浪地球二》在拍摄过程中嘛，嗯，我们其实也有不同的分工的团队。我们是纪录片，嗯，然后还有一些花絮啊，嗯，对，花絮团队会主要负责这部分的，啊，他们拍这个多一点拍摄，嗯，对对对，因为确实宣传上更需要这个东西。嗯，对，但是我作为纪录片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纪录片来说，最珍贵的是，我们不是哪年都有一个机会拍一个中国科幻电影这么好的一个中国科幻电影的作品。嗯，对，其实这个类型在过去其实也不多，是啊，而且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这么一个可以说载入史册的电影，那我们更应该记录的是它的哪一方面？这个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考虑。嗯，所以就这部分也是要做取舍的，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呈现的这些，可能对于它一部科幻电影的制作来说呢，可能更重要，也更想让观众多看一看这些幕后的，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些东西。嗯，嗯，那刚才提到院线版删掉了很多内容，就是日后
作为一个观众来说，我有机会看到那些被删掉的内容，太多内容，那么多素材。你是说纪录片的内容？对，纪录片的那些内容。嗯，这个我还真不确定，有机会的话再看吧。是吗？有导演版。反正记那个素材我们都已经保存了。哦，都保存。那保存妥善。太可惜，那么多素材了。是的，平时我们跟莫比师傅老是老就是这个比较嬉笑打闹哈，但是对这个事儿我能感觉到，就在这个下面隐藏着，就是他有一种使命感。对对对对，我老想勾他说一点钱方面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风险啊什么的。嗯，但他其实更关注的其实是能参与这个事儿，是对他啊、作为一个 干这个专业的人，他觉得很好的一个事儿，很幸福，很光荣。嗯哦，能这个事儿给我的感受，拍这个片子本身，我也能感觉到这个片子的这个定位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也许这个片子可能最后作为一个院线电影挣不了多少钱啊。嗯，其实说，但是参与这个事儿很重要。嗯。对，这个机会可能是的很难得。就我们的投射其实也有个箍，电影的主创们那个箍可能在那个之前摘掉了一会儿，那我们这箍可能最近又戴上了，又戴上才能刚刚要摘下来，就一直戴着呢。从《流浪地球二》开始拍到现在，我们这箍还没摘下来呢，你知道吗？一直都不能说。对，因为这个工作是一直持续的，就他可能不是说每天都有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真的是一直从2021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嗯，现在就其实说降低预期，我们也是在自己内部也在降低预期，就是对于票房这一块，我们也预期也是挺低的。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录的时候，差不多是这个工作的尾声，然后节目上的时候，应该电影应该上院线了。嗯啊，提前先就是感谢大家支持这个纪录片嘛。是的，当时。那天呢，我看的时候，他最后不是一个就是所有就是这个科幻电影的那个发展的历史嘛，嗯啊，其中有不少那个80-90年代的那种科幻的中国科幻的早期的那种尝试，我还都看过，是啊，还就我觉得那个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啊，嗯，就突然想到说，哦，就是咱们也在参与这个事情，对，就是多少年之后，可能咱们这片子就是从挣钱角度来讲，就是其实实在是没什么意思。在以电影行业人的角度来看，那最后可能比如说50年以后，咱们人都不在了，然后人提出来说，有人在回顾说中国电影历史发展，说啊，《流浪地球二》很了不起，那他可能说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可能会用到咱们纪录片的这个素材。是啊，对，一定让我们看，因为我们记录了它。是你要想回顾这个片子，说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挺光荣的，挺牛逼的，所以当时看最后肉字幕的时候。啊，揉到42和老白，隐隐的有些嫉妒。虽然痛失网名，痛失网名。但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开场的那个放 logo 的片段，龙标一完之后，啪弹出个集合的标志，全场都在鼓掌，你知道吗？就你俩应该知道吧？就是咱都是老员工嘛。就最早其实我们拍《艾泽拉斯》那个时候，有人在底下刷那个集合影业，记得这事儿吗？对，说集合能拍这样的纪录片了都。对，我觉得也是。现在终于登上大荧幕，真的是小成真。就那天那个你去的那一场，就内部适应那一场，周六那场，那还大家还，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就是那个 logo 咱们做一个特殊会动的版本？咱们有点太素了，太不像是这个。没看前面几个发型的哗哗转，各种特效噔噔，然后。一个白屏，然后就集合出来。那咱们跟郭帆影业和那个答案，咱们都是一个风格的，你知道吗？咱都是贼简约，然后就扁平、哎，就是一个 logo 啪低调的出现，然后就走了。对，我也想做，你说但确实顾不上了，你知道吗？这时间真是太有太多事儿顾不上了。行吧，行，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幕后的小故事。是的，都是些就是回忆起来之后还挺逗的，感觉没聊够。各式各样的事儿吧，有些可能太琐碎了，就是先不在这个节目里说了。你怕不怕这个片子最后这个纪录片上映之后，你好多活来找咱们？我也要拍纪录片，都找的，也是一种烦恼。现在还不太敢想，因为我哎呀，这种没到说那话的时候。对对对对，现在心里面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焦虑这个过程。对，我可以说，反正我也不在那个我是观众，操我对对对但是确实，我觉得我们团队是在考虑一些，就是选题嘛，包括科幻这一块，有活干还不高兴是吧？啊，对，
就因为拍了这个《流浪地球二》纪录片嘛，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拍摄科幻历史部分的时候，听了那些老师给我们讲这些中国科幻发展的这些、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啊，嗯、那个年代的一些事儿。其实那时候我是感觉这东西我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能给他，想给他拍成一个正经的一个片子的，留下来，特别希望有这个。就是既然已经参与到这儿了，我觉得我们就，再做一点有意义的，是也不是不行，也挺好的，我觉得，嗯，哦，就有机会的话，我还挺希望说能把中国科幻史再单独好好讲一讲，嗯。哎，我就想，就是好奇，想用会不会产生点什么阴影？说，哎，短期内不想再做院线的片子，有点就是太麻烦，太累。因为或者说这种大项目一下子半年一年出去了，对，压力太大。三年，嗯，录不了节目，有是有这个 PTSD 的感觉，肯定是有。我觉得我还好。嗯，呵，口哥还好。制片人是吧？钢铁湾。哎，你说对制片是不是来说，就是我管这一个大事儿，比他妈那个一年干十个小事儿还省心点儿。没有，但是你是知道，我是干这一个大事儿，同时还干十个小事儿。是啊，对，是的，我真是这样，四十二折。这三年别的项目也没停了，对，没耽误过。对，我说我们都只干大事儿，因为咱们只干大事儿，集中力量办大事。对，反正在节目最后，我作为观众吧，先恭喜二位的片子，好歹是。对吧，咱们正常的面向观众了，在这之后的这个命运如何呢，可能你们俩还得心还得悬着。对对对，这个起码我们完成它了，可以先庆祝一下、嗯、这起码我们完成它了，成了，是的，尽了最大的努力，嗯，做到了能做的这个最好。对对，剩下的事情就可能看市场，看看观众，是的啊。嗯，四十二那天也说那天看的版本是最好的版本，是的、嗯、我看过之前的各种版本，嗯，我个人也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嗯，所以对，所以在这儿就是提前还是那句话，感谢支持这个片子的观众朋友们。嗯，这么这几年来就是问我们这片子还有没有还上不上的时候，就赶紧来看吧。对，感谢各位啊，催问了，赶紧来吧，赶紧来看吧。考哥咬着后槽牙，我看你又不看啊，天天这么私信我，完了上线你又不看。各位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对，应该就已经上院线了。嗯，可以感受一下啊，看一看。嗯，正好咱们集合有咱们自己的这个社区，嗯，然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呢，可以来机组，咱们也可以交流交流。是的，你可以第一时间去问啊，去，就是咱们可以第一时间交流。嗯嗯，这回大家可以狂问了，都可以说了，帮我们发那个观后感啥的都行。是的，我每一条都会看的。哎，嗯，不知道这个片子到时候评分能不能超过那个什么。你还想打之前你的那个什么，你都在酒里，都在酒里。咱可是豆瓣没低于八分的团队啊，吓人！合众食堂8.8，然后都在酒里8.2，对啊，老厉害了。你这万一不行，这种完神跌落神坛了，是吧？太惨了吧！对啊，第三次跌落神坛了，你哎呀妈！这要低于8完了，这台阶都没有了，是下不来台了，压力太大了。嗯，那咱们就看看吧，最后大家对这个咱们的片子评价如何。嗯，好吧，好，那我们就电影院见，谢谢各位，哎，拜拜拜拜拜 拜, 拜, 拜我是个想成为参与者的人，无论何事，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想参与其中。我想帮助别人，给别人带去欢乐，让玩家感到欣喜。在我的名片上，我是一名社长；在我的头脑中，我是一名游戏开发者；但在我的心里，是一个玩家。
全球授权十余种，深受全世界游戏爱好者期待。岩田聪一世唯一著作《岩田先生》，任天堂传奇社长如是说有声书现正发售，译林出版社正版授权，郝祥海演播，稽核网、稽核 App 全网独家上线中。